张馨予婚礼内场曝光，新人深情对看。8月27日晚上5点，张馨予与何洁的婚礼在外滩某酒店举行。据悉，婚礼从简，酒席最低14888元一桌，只小规模的邀请家人朋友。张馨予婚礼内场曝光，新人深情对看走上台阶时，何洁还贴心的将张馨予的婚纱挽起，生怕自己的新娘被绊倒，满满的爱意简直快要溢出镜头。张馨予婚礼内场曝光，新人深情对看婚礼现场的视频不断曝光，整个婚礼内场以蓝色为主，很是浪漫。新娘张馨予身穿白色抹胸婚纱，头披白纱，长长的裙摆唯美梦幻，两人眼神里充满了爱。张馨予婚礼内场曝光，新人深情对看张馨予婚礼现场。张馨予婚礼内场曝光，新人深情对看他与新郎手挽着手亲密的走进内场，二人嘴角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张馨予婚礼内场曝光，新人深情对看张馨予婚礼现场。